还够两百黑的，我给你。来个套路来。来，要虾虾仁。虾仁没有了哦。好，不要紧。鲑鱼啊。鲑鱼1000块。哦。鲑鱼多。 这么贵耶！1000来，3、4、5、6、7，还有谁要鲑鱼吗？1000块，没有，没有了哈。好，我们还要说什么？家人拿一块好了。好，五百。 小孩子过来了，你爹来我回来，你爹啊？啊，现在如果包两百不？现在500块，500哦。还是鱿鱼花先买哈，这拢来300块条。 全部300块也没有鱿鱼花的，无啊，无就是300块，100块，鱿鱼花，哦，无人来哦，来无叫我放下了来，海头前来，啊，下边要卖不要下班了哦，你也无讲你不爱吃，哦，来，过来卖无，来，海头前。 还给别人100块，先帮擦短面擦屁股呢。不要跑，隔壁来下起来，隔壁要下车，是吧？今天要忙，今天要来了，开一个。 弟弟，也没有人需要你讲话，你要看就看，也没有人需要你讲话，怎么也没有人需要你打字的，你以为你打字是世界就会变更好，会变更好？没有啦，卖光啊，别傻了，嗯。哎，有了。 你以为线上有人会在乎你吗？不会，只有我会酸你而已。好了，都卖过了，还有什么？贵贵呀，你们多少钱啊？我吃完了，我吃完了。多少人？哎，陪你，哎，今天比较晚上线啊，陪你。 啊！古城的价格比桃园优没有啊？要看他每天的进货成本啊。他今天鲈鱼能卖成这样，就表示他。但买1000块福气，你不要。标的很低价，价格。喂喂喂喂喂！哎，要不要给我花钱啊？你，啊，你多大差了？啊！快走，要不要给我花钱？ 你刚忙完哦，还是在准备要去英国？来两百，这边也要一个。今天是马来西亚的节庆嘛，要不然怎么会放假？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，好像。
喜欢，欢迎今晚最好听啊！好玩的无啊？马来西亚独立日不是8月31号吗？那今天9月16是什么？来，我请你问一段的哈。这一段过独立日嘛，你吃袂落，袂要紧，你去超市买买条两百块，三只块吼，我无甲你勉强啦吼，大个人也500块，500，无啦吼，谢谢，感谢你。哦，无物件买一箱，或者拢甲你摆好啊，这个500的啦吼，500的，还要剩一百箱吼，赶紧来解决。我平常甲你挂遐起来，我根本的啦。马来西亚有很多假日，假日。假日很多，那代表假日都要花钱呢、啊。那假日就可以叫卖了。哎，彭万，感谢你的donate，哎。我这个500块。感谢你的咖啡钱。我这个弄啊，你个500。好啊好啊。卖贵了，卖贵了。多1000块。好好。哎，蛤蟆我给看看你。那一桶，他们自己有频道，他们自己有播啊，你去看他们的频道就好了。一桶，你要看嘉义赵又廷的，你就去看他自己的频道就好了，他有频道啊。好，这蛤蟆只开200。好啊，无啊，530块，啊，十二百三条。来，来，我们就吃。哦，那么炒蛋啊？要什么？炒蛋啊？要不炒蛋啊？500块好不好？再多买300啊！来，一片、两片、三片、300块、4片来，5片给你，6片的300啊！这五刀了，剩过一个了，你等于打针掉了吼。丑男啊！我第一想到要想我丑男是什么？丑男就是丑男啊！做规划，那我要学马来语，要不然我怎么会知道你们的那个双关语啊，或者是在地的俗语的意思？先给钱哎！怎么两百？300块？是要是我啊？如果来，你别客气。来过来卖吧，我啊好，来这边来。所以我需要那个菲尼帮我准备一个32G、24、32的那个家教老师。不同地区有不同语言，对不对？给你。来，我为你把货物抬，好不好？好，好嘛。啊，这个人啊，带人那个人买无？300块，还是要买4袋200的？
有无？有无？3片500块。我记得马来西亚的主力语言是华语、马来语跟英文，没错吧，兵？啊，贵，这三地五百七十二千块。我问一下，你租了几地？两地。我问一下。还有什么？一千八。哎，这两把好，来两把，两把不？来，会议哈，会议后两把。哎，我问一下，你可不可以写五包？没有，没有。巴沙马来，巴哈萨是马来语啊，然后英文。然后跟普通语就是华语。鲁鱼嘞，鲁鱼买500块好不好？好，好哦。好嘞。那个家人多少？500。哦。3、4、5。来6只来500。我要一盘家人。好。哎，做生意不一定要笑口常开哦。3只300。有时候你们去看那些排队店。但老板脸越臭真的越好，真的。我家附近有一家那个彰化市那边有一家蛤蟆米，他开门哦，开门就把一种白鸭拆团卖完，然后每个人客人都要进来问，还有吗？哎，鲈鱼还有人要吗？好吃不完，买3只300了。你要500、300、500好。一篮吗？一篮什么嘛？4条500。我爸。买这边过来，等会儿。一罐嘛500，一罐500有人买无？一罐鲈鱼500块有人买无？无好。他可能很早就没了。我无你搁要吃？这尾鱼才八十八尔，吼。无。他不吃鲈鱼。3盒1000。像我啊，如果说真的，台湾疫情，台湾可以拍的都拍完了，那我去马来西亚帮Benny后教育训练完之后，然后就开始在马来西亚拍片，然后就吃Benny的，住Benny的，用Benny的。来，袋子哦。真的要过去的话，还是要启动第二家园计划，去那边吃个餐也不错。哎，你还要什么 ？OK， 我有办法过去的话，我一定过去。我一定过去马来西亚。不过应该是计划最快明年过年到。可以啊，我爸，我爸，我爸，对。
华人过节之后。到我吧。你问伊啊，这八一包要卖无？卖啊。好，来。阿妈要滴。六月早安。哎，可以给一张明信给我。啊？一箱子。没名片呐、啊。名片呐、啊。名片。那边，那边，后面。礼拜五了，每个礼拜五，哎，每个礼拜五，没错，每个礼拜五，没错。我来看一下他今天带了几箱，算一下他后面几箱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。今天大概带了140-150箱。旅运到会去三峡吗？不会。来，走，四百。来，八。梦鱼对那个是鸡汤，纯鸡酱，纯鸡酱。三片五百。有鸡汤，有鱼蛋，有咸猪肉。三片五百。虾仁、炒蓝娜、萝卜糕、咸猪鸡。明天有吗？东兴。最近入秋了，应该都会有鸡汤。有呢。什么鱼啊？鸡。哎呀，有人讲明仔东兴有无啦？拜拜。所以 Benny 现在喜欢 cash business， 现金生意，周转率比较高，对不对？每天都现金周转，听到就是当当当当当现金的声音，舒服。好多钱？四条五百。你今天买两条两包人喂？哎，一只两包。鸡啊，一只鸡两斤哦，还佫加汤都不止啊哦。啊，两百。现在比较便宜，你如果入冬之后就很贵了。入冬就是一只300固定的。哦，还是你要一只啊？郑勋真的啊，做现金生意每天挤来挤。来过来。哎。配规矩，摕来先去配下风。都是高兴的风啊，对不对？现金就是拿来扇风，当扇子扇风啊。那个铜臭味真棒。花雕进去了。你要要好。不要说我们把钱看得太重太世俗，虽然说钱不是万能，的确钱不是万能，但是钱能解决世界上99.9%的事情，唯一那0.01%解决不了的事情，绝大部分都是你钱不够多。那多重？
休息了，要休息了。郑勋，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不要说我们太低俗、太世俗，没办法，我只是现实而已。做题。来，心情通常会出问题，都是怎样？为钱反目成仇的比较多。你们去看社会新闻就好了。最近把弟弟杀掉的那个，就区五万块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很现实面。我公今天我如果今天有几十亿的身价，啊，我姐说啊，我缺房子你，啊，寄啊很拼搏搞，你也在帮寄啊，不是很穷。然后一间房子我如果几十亿身价，一间房子两三千万 ，OK 啦，后来寄啊，我不会来赏。哎，我跟我姐的感情是不是变好？对。没错吧？这个是很现实的状况面啊，哎，当你对钱多到可以对自己的直系亲属，哎，毫不在意的说啊，没关系啦，我帮你，你们感情会不好，我才不信。谁要？好难的。这个七十卖。200块。哎呀，怎么卖不来？Money is a problem if you don't handle well. 对啊，没有了，这个七。我告诉你，孟宇那件事情就是他哥哥把钱看得太重了。如果以我的话，我身上一两千万，然后，哎，谁要这个？哎，我哥说，哎，要跟我周转五万块，他可能没有办法还我。如果说一两千万，他五万块二啦，哎，没停了啦。200，啊，我会发生这些事情吗？不会嘛，他就是看得太重。200块。人心要修啊，哎，对不对？要不然为什么会有那种？我觉得最好笑的是今年有看到一个讨债的事件，为了区5000块的债务，打死一个人，值得吗？七个人打死一个人，只为了区5000块的债务，还是我比你放最老啊？好，龙月我没有住鸟松。被欠钱很不爽，我当然有，但是没有白纸黑字的状态底下，是你心甘情愿借出去的话，说真的，人家特别的奶麦特啊，我公斤呢，哎，我自己都有这种借出去3-5千块没有收回来的，遇到这个状况怎样？没有白纸黑字的状况下，算了。没有出来，没有了。最多一个。今天我没有出来，没有那个。惠尔，他还愿意还你，算不错了。有些都直接装傻了。这个给我。在你后边收啊啦，收钱啊！收钱收了，没收啊！准备干啦！没有了，送你国外啊！你要箱子吗？没有。来，拿回吧。你要箱子哦？他的箱可以签啊。所以我现在只要有人跟我借钱，我都跟人家说一句话，说得很清楚，
今天你如果跟我借钱，白纸黑字写一写，我今天开始不是你朋友，我是你的债主。等你把钱还给我之后，你还继续想跟我交朋友，再说。范围内养一只、两只、三只 ，OK， 不要到最后反对清批，一直收，那很可怕。鲜鱼都没了哦，鲜鱼都没了，现在都是冷冻的哦，鲜鱼通通都没了。花在家人身上啊，也不想再借出去了。没人了，不贪不贪。好了，没有了。全收机，高一百。对不对？说真的啦，我有钱，我宁愿花在我老婆、花在我小孩子身上，他们开心，我也开心，我干嘛借出去讨不回来？心情都不好。